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主机游戏速报，我是你们速报君林迅。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最新游戏试玩呢，是刚刚登陆这个 Switch 平台的这个《龙珠 Z 卡卡罗特》啊，新觉醒篇啊。玩家在游戏中可以体验孙悟空和其他 Z 战士的故事，在开放世界中操作孙悟空、孙悟饭、贝吉塔等角色战斗、钓鱼等探索故事。本次游戏将收录本体以及新觉醒的前篇和后篇的冒险故事啊，就是别的平台的这个付费 DLC 这一次也收录在了这个游戏里啊。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试玩一下这个游戏啊。游戏的难易度简单啊，据说这一次的移植还不错啊，我看这个大家反馈都蛮好的，掌机跟主机模式好像都不错。这个世界上存在着称为龙珠啊，一件可以实现任何愿望的神秘宝珠。哎，想想龙珠如果放到现在，是不是也会被封杀掉啊？宣扬暴力。哎，悟饭来找这个孙悟空啊，目标是成为最强的武斗家。悟空在这干嘛？闭目养神。哎，孙悟空还是这么帅啊。哎，短笛吗？阿尔比克。たまに頭の中で手汗でもしねえと、なまっちゃうかな。今の俺が。这是在大脑里边战斗啊。应该就是幻想当中的战斗，是不是？比克大魔王。好，一上来就是要战斗啊！我们来看一下，ZL 防御 ，ZL 加 Y 是气爆，左摇杆移动，左摇杆加 ZR 上下移动，长按左摇杆加 B 是推进移动，高速移动是按下这个左摇杆是高速推进啊，长按 X 键是蓄力。沸腾 ，Y 键是气弹 ，A 是格斗攻击 ，B 是电步。按下左右摇杆是锁定和解除锁定啊。OK。必杀技是长按 L 键 ，ZL 加 B 是痛击 ，ZL 加 B。十字键是道具栏啊，长按R键是辅助栏 ，ZL 加 ZR 是形态变化，还可以。是可以变身超级赛亚人是吧 ？R 键是切换目标 ，L 键必杀 ，ZL 加 B，OK、okay。L 键必杀 X， 哦，好，一上来就给我来一个，来吧，好，这一上来就是给我们一个锻炼的时候啊 ，X 键蓄力，哎呦，躲一下。躲一下 ，L 键 ，Y 键，哦 ，A 键腹肌，哇 ，ZL 加 Y 键，我们来试一下啊 ，ZL 加 Y 键，哇，气爆，好 ，B 键就是闪避啊，哦呦，哇。好，上 X 再来个龟派气功，哎呦，防御 ZL 键，哎呦，他要干嘛 哎呦，好，防御住啊。好，哇，可以啊！不论是受到攻击或者是攻击对手啊，两种情况下所造成的伤害都可以用于累积干劲量表。当干劲量表与气力全满时，长按 X 就会发动沸腾。
沸腾时，除了会提升角色数值之外，也会进行一般做不出来的攻击，在必杀技结束前强制取消或者自动追击被打飞的对手，如龟派气功连击或者一连串或串联一般情况下无法做出的攻击等等，在沸腾的状态下就可以办到。 OK， 好，我们来试一试啊，变个身，腹肌，好，哎呦，好，干掉他！哎呀，我怎么直接就非你试了 ？OK，S 级啊 ，Level Up， 升级了还居然？这游戏这个还原度还不错啊！龟派气功。经典招式，哎呦，都是熟悉的角色啊，贝吉塔、饺子、赛亚人来袭啊，拥有超级力量的超级战士。一名称为孙悟空的少年打倒了过去曾经企图征服世界的比克大魔王的分身，然后时光约莫过了5年多。哎呀，想想这个龙珠好长时间没有看了啊。龙珠 Z 我好像没看，应该看的是原版的最早的那个龙珠。哎呀，进攻地球了是不是？这是。这大腿画的这么粗啊！ラディッツ、貴様が宿命なければもっと早く終わったはずだ。すまん。だから貴様は弱虫ラディッツと言われるんだ。胆小鬼ラディッツ。次の星ではもっとうまくやる。好惨。またしくじった時は覚悟しておくんだな。そうだ、思い出した。確か俺の弟カカロットが別の家に送られていたはずだ。貴様の弟だと？まだ俺たち以外にサイヤ人がいたのか。なあ、そいつを仲間に加えればもっとうまくやれる。貴様の弟ならそれほど期待できそうにないが、どこの星だ？そう、確か地球って星だ。しかしその地球を制圧したという報告もない。何をしているカカロット。你在做什么カカロット。嵐の予感。掀起风暴的预感，强势，这个好有看动画的感觉啊！就还搞个这种一集一集的这种标题。お父さん，孙悟空还在这儿睡着呢。お父さん、そろそろ家帰らないと、お母さんに怒られちゃうよ。哎呀。感觉进了这里好像画面就比较差一点了，没有这个画质是没有其他平台好。这分辨率感觉也就720可能。あいつとまた戦えてってな。僕戦うなんて怖いよ。悟飯好可愛哦。おめえも修行すりゃすぐに強くなれっぞ。でもお母さんに怒られちゃうよ。ああいけねえ。そういや食い物の材料集めてこいって父に頼まれてんだった。琪琪变成老婆之后是不是也很可怕？还要帮他带食材啊，鱼跟苹果。好吧，那我们要帮这个琪琪收集素材啊。
ZL 加 Y 键气弹，长按 ZL 加 Y 蓄气弹，长按 L 键感应器。长按 X 是推进飞行 ，A 是调查 ，B 是跳跃。减号键是地图，加号键菜单。长按 R 是推进垂直上升。交通工具的接口是左右十字键，搭乘是上下是那个下十字键啊。OK， 场景内可以取得各种不同的道具啊，靠近它，然后按 A 键就可以获取。食材是角色变强不可或缺的道具，直接食用取得的食材可以提升角色的基本数值，当它做成料理，可以获得辅助效果。OK。看来要平常要经常这个收集素材啊，收集到了一个竹笋，那苹果在哪儿？哦，这是香草。看一下我们是要往哪儿走啊？放大。OK， 哎，我走的对了吗？哎，我怎么感觉我迷路了呀？哦，在这儿，这怎么够啊？好 ，OK。还要再抬一个啊！跟着悟饭跑啊！悟饭看起来很高兴，可还行。哎呀，感觉这个孙悟空当爸爸了，还是有点不习惯啊！就感觉他还是那个小鬼的那个样子比较熟悉。这个画质确实，这个主机端的画质跟其他平台差的确实有点多，感觉不太行。只能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好，拿到了啊。苹果够了，那我们得去钓鱼，对不对？苹果，これくれていいだろう。よく見つけてくれたな、ご飯。でも僕ちょっと疲れちゃった。有点累了，可还行。疲れちまったか。抓完鱼就可以回家，就抓个鱼吧。所以这游戏还可以钓鱼是吗？でもあまり早く歩かないでね。不要走太快哈。钓鱼点应该往哪儿走啊？是我们跟着他走是吗？哦，那边有一个闪光的红的，来吧。哎呀，这个悟饭走的好慢啊，能不能直接扛着他？隔这么近走什么散啊？どうしたご飯？主要是悟饭走累了啊，小孩子。僕疲れちゃった。你看悟饭后边还有那个小尾巴，好可爱。爸爸抱你吧。话说，你们知道给孙悟空配音的这个人还是个女生吗？哎呀，怎么走得更慢了？这个孙悟空的这个配音是个女的，我当时知道的时候觉得好震惊哦。后来才发现他们很多那种少年的配音其实都是女生啊，因为比较有少年的感觉。悟饭也不想打架。
オラがガキンチョの頃やってた。耶、要钓鱼了。教えてやっかな。よし、ここ。感觉现在游戏里边都会有钓鱼这个要素啊。早速始めか。来吧。どうやって釣りするの？直接拿龟派气功吗？釣り竿を使うけどな。哦，对，用尾巴钓鱼。オラがガキンチョの頃尻尾で釣りしてたんだ。尻尾で釣り？绝了。尻尾で水の中で泳ぐ魚の動きや、那拿悟饭的尾巴试一试吧。慣れたらなかなか簡単だな。ほらもう尻尾がなくなっちまったけど。ブルマっちゅうやつにそのこと言ったら、面白がって釣り用の尻尾を作ってくれてよ。そうなんだ。じゃ早速釣りやってみっか。来吧，钓一钓看看。怎么钓啊？哎，这里有垂钓点啊，钓鱼。哇，这它的尾巴钓竿是吗？我的妈呀！绝了！而且这鱼也太可怕了。哎哎，我们摁早了，再来。有钓饵吗？使用一个钓，没有钓饵啊。重新来啊！刚刚应该是我摁早了。等他们咬上来之后，应该是要有一个 QTE。啊！哎呦，我的妈呀，这鱼也太大了吧！你们这鱼能吃一年吧？我的妈呀！これならきっと父も喜ぶぞ。食い物の材料集めたらなんか腹減っちまったな。僕もちょっと。你们俩就直接要偷吃啊？怎么用小火堆啊？那边就是小火堆。嘿嘿。さて。用餐。烤个鱼吃啊。烤个这个吧。哇，这么啊，手柄没电了是吗？完了，手柄没电了，稍等我一下，我插个电。绝了！气功防御力加一1%啊，这是吃料理的这个好处，就是它会有一些属性的加成。哦，くたくた！やっぱ新鮮な魚はうめえや。果然还是新鲜的鱼比较好吃啊。僕食べ過ぎちゃったかも。午饭吃撑了。父ちゃんみたいに大きくなれねえぞ。悟饭好可爱啊！今日は楽しかったね、お父さん。今天好快乐。ご飯も手伝ってくれたしな。今度は釣りも教えてやっから。一緒にやろうな。楽しみにしてるね。哦，两个人有好感度是不是？取得灵魂魂章啊 ！OK， 这可以干嘛呀？是指剧情发展时可取得的跟同伴或者对手交流的证明，玩家可以从社群选单确认已经获得的灵魂文章啊，只要将灵魂文章设置在社群配置板上，就可以发挥有助于冒险的各种效果。OK， Z 战士社群群长孙悟空，哦。社群配置版可设置已经取得的灵魂章，
OK， 可以直接设置上啊。设置了之后，社群总等级会影响社群位阶。总等级到达一定程度后，就会提升这个位阶啊，并增加社群技能的种类。社群位阶也可能会因为设置的状况而下降。很多社群技能会发挥便于冒险的效果。OK， 社群等级。每个灵魂魂章都有擅长与不擅长的社群，也就会因为摆放的社群而改变社群等级的上限。OK， 孙悟空的这个就是有助于战斗的社群技能啊。在空白的栏位按下 A。啊？怎么那个呀？哦，直接就可以把它给装上啊！来吧，孙悟饭后。哦，让它排在孙悟空的旁边。现在其实不就是旁边了吗 ？OK。这还有这个连结的这种啊设置。OK， 最强的父子，还有一个这个 buff， 将特定的灵魂魂章设置在相连接的位置后，就会触发联动奖励。发生联动奖励后，社群等级就会上升。此外，在社群配置版的画面上按下减号后，就可以确认已经设置在该面板上的灵魂魂章可触发的所有联动。OK。这一上来全是教程啊。给了我们一堆教程，我的妈！他捡到了个什么武术秘传，可以学那个武术是吧？可以使用礼物道具强化这个亲密度和熟练度，熟练度提升以后等级就会提升啊。如武术秘传将会提升 Z 战士社群的等级，亲密度会影响这个伙伴的表现。OK，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用是不是啊？武术秘传。是，哦，这个社群位阶已经上升到二级了，可以啊。跟悟饭攀谈看看 ，OK。回家吧，回家了，没什么可看的了。怎么回家？应该就筋斗云直接飞回去了吧？你个走！筋斗云！筋斗云！想想这个龙珠化用我们《西游记》，还真是化用的很好。哟！怎么还有龙啊？好巨大的龙啊，这龙也惹不起孙悟空。哎呦，不会有什么意外来了吧？这世界上存在着一种被称为 Z 珠的道具啊，只要靠近散布在场景中的 Z 珠就会自动取得，也可以透过打赢与敌人的战斗来取得 Z 珠。 Z 珠是习得必杀技的必要道具。我要搜集这个啊。Z 珠分为很多种类啊，珠子会出现在相关的颜色的地方，如蓝色会在水边，绿色会在森林周遭等。如果需要特定颜色的珠子，就到该处重点探索吧。好，回到孙悟空，我们可以去收集这些 Z 珠啊。好，怎么往下走啊？哦。ZL 键是往下，好，哎，怎么往上啊？怎么往上啊？我这上不去了。哦，R 是往上 ，OK。去把那个绿色也给拿了。哇，这有一个好大的，这有。
来吧，回家。帰ったぞ、父。食いもん取ってきたぞ。ただいま、お母さん。遅いぞ、悟空さん。你们好慢啊！集めにどんだけ時間かけてるだ。哎，琪琪现在也变得很强势啊。修行もしてたしな。今日は無天道様のところにご飯ちゃんと。哦，要去找武天老师。あれ、そうだったんか？そうだっただ。わりわり。今度から気つけっから。もういいだ。ほら。我以前一直还以为这个孙悟空会跟布马在一起呢，哎。结果没想到啊，跟琪琪攀谈，请他做便当。OK， 琪琪会料理水果、肉类和鱼类等等素材，享用料理以后就可以提升数值或者，辅助获得有时间限制的这个辅助效果啊。不同的料理会需要不同的食材，玩家也可以请镇上的餐厅帮忙做料理，可以获得更好的效果的料理成为套餐。OK。それじゃあ取ってきてもらった材料で弁当作るだよ。来吧，做吧。请求制作料理。选择炖鱼啊，炖鱼在哪儿？哦，在这儿。Complete。哎，这么快啊！探索看看家里。お父さん、今からどこ行くの？我也不知道要去哪儿。天王様オラが世話になったお師匠のとこだ。綺麗海があって楽しいぞ。そうなんだ。武天老师，哎呀，这是什么？这存档点吗？啊，龟仙人收悟空还有克林为徒弟后，为了测出两人的实力，将写有龟字的石头扔下山崖下的丛林。条件是先拿回石头的人就有晚饭吃。克林欺骗了找到石头的悟空后，夺走了石头早一步回去，然而当天的晚餐却有大家没想到的陷阱。这都是过去的回忆啊。こいつはクリリンと修行、あの時は確かクリリンがズルして。克林也是有点那个，跟琪琪攀谈并且领这个，这他走起路来好慢啊。準備できたぞ。ほれ弁当だ。お腹が空いたら食べるだよ。サンキュー父。父の作ったもん食ったら力がもりもり湧いてくる。哼哼。哎，跟琪琪的关系也出现了啊，出现了灵魂魂章，可以这个解锁新的社群配置版。我们把这个琪琪的也放进去吧。有助于料理的社群技能。哎呦。来吧，把这个琪琪的给放上。哦，琪琪的好像是已经放上了 ，OK 了。又坐上筋斗云了。それじゃ、父、じっちゃんのとこ行ってくる。哦，要去找龟仙人了。悟空さ、ちょっと待つだ。ご飯ちゃんに渡すもんがあるのを忘れちまっただか？什么东西？あれだな。哎，帽子啊，四星龙珠。四星珠っていうドラゴンボールでな、死んだオラのじいちゃんの形見だ。ご飯中おめの名前も。这是传家宝吧？じいちゃんからもらったもんだぞ。そうなんだ。よく似合ってるだ、ご飯ちゃん。それをかぶってりゃ、じいちゃんもおめを守ってくれっから、大事にすんだぞ、ご飯。うん、ありがとう、お父さん。じゃあ今度こそ行ってくっか。悟空さん、ごはんちゃんをよろしく頼むだ。ごはんちゃん、いい子にしてるだぞ。うん、お母さん行ってきます。晩ごはんまでには絶対帰るだぞ。世界最强的武道家孙悟空现在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悟空为了向师父龟仙人介绍自己的儿子而前往龟屋。
哎，要见到这个色老头了，龟仙人。この世には七つ集めればどんな願いも叶うと言われる秘宝があった。ある者は莫大な富を、また收集到七龙珠就可以许愿。思うがまま手に入れたという。その究極なる秘宝の名はドラゴンボール。これはドラゴンボールとそれをめぐり世代を渡って繰り広げられる孫悟空と仲間たちの摩訶不思議な冒険である。那得找龟仙人啦，走吧，咱们快一点啊！無天老様ってどの人？見た目はヨボヨボのじっちゃんだけど、めっちゃくちゃ強いんだ。まあちょっとエッチなんだ。缺点是有点好色，可还行。オラの一番の親友でライバルのクリリンもいるぞ。クリリンさんもお父さんみたいに強いの？うん。克林哪有孙悟空厉害啊？哎呀，布玛也来了。都是老朋友啊。都是老朋友啊！哎呀，龙珠迷玩这个可一定很开心啊，全都是熟悉的角色。哎呦，布玛现在好成熟啊！あら、なにその子？天才发明家现在布玛是。耶！悟空の子。他们已经很久没见了啊。変化？こんにちは。こんにちは。はい。こんにちは。孫悟飯ちゅんだ。孫悟飯。そうか。死んだ爺さんの名前をつけたのか。ああ。いい名前だろ。跟克林聊聊天吧。哎呀，克林，你小子还是这么矮，那长不高了。克林。悟空、お前最近修行してるか？それがさ、あんまり修行ばっかしてっと父に怒られちまうんだ。そっか。実は俺もさっぱりなんだよな。カリンやだ偷懒。このやつを倒して平和になったからな。おい、お主たち何を話しておるんじゃ？いえ、僕たち何も。ほん、てっきり最近は修行をサボってるみたいな話でもしておるのかと思ったがの。ぎふ、やっぱじっちゃんにはかなわねえな。何も特別な修行をせずとも。日々が修行じゃ。老头的耳朵很好用啊。お主は忘れとるようじゃな。よく動き、よく学び、よく遊び、よく食べて、よく休む。これが亀仙流の修行じゃったろうが。返す言葉もございません。よし、お主らには日々が修行だということを忘れんようにこの課題を授けようかの。龟仙流修行书解锁。修行を達成したら、わしのところに報告に来るんじゃぞ。哎，还要来找他呀？はい、無天老師様。うん。さてと、わしはいつものお楽しみよ。一直以来的乐趣是什么？看小黄书是吗？龟仙人这个色眯眯的笑，绝了！啊，取得了龟仙人的这个社群。有效率收集索尼的，索尼是什么鬼啊？接触场景的蓝色光柱或者出现的蓝色图标会触发支线剧情，达成目标后就会得到经验值、贵重的道具和灵魂魂章。OK， 支线剧情只有特定的角色才能进行啊。OK。来找这个海龟聊一聊。哟，是，这海龟怎么了？哦，海龟把他的书给藏起来了是吗？笑死！哦，
おす。なんじゃ。他把这个龟仙人的书给拿走了，活下去的动力绝了啊！寻找他的书，寻找吧，去哪儿寻找啊？龟仙人的珍藏，这就是一个支线任务啊。那我们去帮你找吧。哦，啊，辣妹写真集可还行？哎，糟老头儿，你个糟老头儿，在哪儿找啊？你悟空，问一下这个。那你？布马怎么会知道？那你知道乌龟在哪吗？房子的后头，那我们去找一找啊。那乌龟把人家这个写真集给偷走了。不是，哼，他叫海龟。回归尘土，那应该是埋在地里了啊。但是这么大的地，我怎么知道在哪挖呀？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哎啊，就在这儿，哎，这里有一个道具啊，这是也是之前的剧情啊，悟空及布马拯救了迷路的海龟，然后遇到了这个龟仙人啊，然后给了悟空筋斗云，给了布马龙珠，哎，都是过去的回忆啊，这都是我们的青春的回忆啊。现在年轻小孩不知道还看不看孙悟空了啊？就我们那个年代，就孙悟空真的是就大家都看那种动画。真的是火到不行啊！我发现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看动画或者看电视剧什么，都是那种只要它火起来啊，就是全部人都在看。你如果不看的话，跟别人都没有什么这个聊天的这个内容啊。就大家都在看这种东西，所以那个时候感觉我们的这个回忆特别统一啊。现在感觉就大家各玩各的可能多一些，还要跟克林再聊个天哈。要打一架吗？意向训练啊，从克林那里获得地奖牌了，这是干嘛的？修行的护身符啊，可以在很多地方进行，这里也可以进行啊。那我们跟克林打一场试试啊，来吧。必杀技一览，哎，上。哇，他怎么这么强啊？按下 B 的垫步攻击可以在短距离高速移动，而在对手的攻击快击中角色时，使用垫步就可以进行垫步回避啊，回避成功啊，还有这个魔女慢动作哈，魔女时间 OK， 回避成功也会积累干净量表 OK， 好。给我来！哎呀，没打到他，操！长按 ZL 的时候可以防御对手的攻击啊，就算是正在受到有效攻击的当下，也可以立刻防御。所以，就算受到对手的连击，只要进行防御，就可以让伤害维持在最低限度。在防御的状态下受到连续攻击后，会发生破防啊！哦，就是不能一直防御啊。OK。在防御的状态下按下 Y 键就能击飞附近的对手气爆哈。 OK， 防御对手攻击时按下 B 键就可以从敌人的背后击出痛击，打飞对手。痛击会消耗非常多的气力，但是不管离敌人多远都可以进行反击啊，这个好啊。哇，可以啊，
哎呦，好，来吧，啊，他也会用龟派气功啊，所以我们俩很像，其实。哎呦，这直接进水里了是吗？好的。还是赢了，连续能源弹，新的技能啊。OK， 再跟克林聊个天啊。OK 啊，那这个因为这个试玩时间的限制啊，我们今天试玩就给大家演示到这里啊。然后今天给大家试玩的这个游戏名字叫做《龙珠 Z 卡卡罗特》啊，加新觉醒篇啊。这游戏刚刚登陆 Switch 平台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找一下。然后游戏在其他平台其实也有啊，也已经发售了。然后这里是主机游戏速报，我是你们的速报君林迅。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呢，欢迎评论、收藏和点赞。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